那我们有三题，一题是有关于苏格拉底，一题有关于卡普克，一题是有关于发尔本的这个政治哲学的以及政治的相对主义的区别。那这里头就是申论题，申论题呢主要是考大家的这个 elaboration， 就是你把那个概念都很清楚。苏格拉底的话呢，不外乎就是三点：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自主的一种判断能力，啊，面对自己可以逃而不逃的理由；尊重国家的法律是第二个，尊重国家法律的话呢，主要的目的；第三个就是想到未来，啊，被评价的可能性，把小我置于国家地位之上。这个初步的概念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是要怎么样 elaborate， 把他说的，有同学答得非常好，有同学。第二题的话就更具体了，就卡帕伯的观点。他的观点的话呢，我比较期待的会强调，一般所谓的原有像牛顿那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那种科学发展，如何被卡帕伯的否定论所颠覆。啊，所以一般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想法，这种 linear development， 啊 ，of scientific progress， 如何转嫁到变成一种所谓的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 啊 ，of the succession of theories， 啊，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强调这个线性发展的，然后强调 Karl Popper 的这个理论，然后第三个重点当然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最理想的当然就是伽利略跟牛顿之间的区别，一个理论上的预设决定他们理论的整体，啊，我们那位物理系同学没有来，不过我就当时用请了他做了一个介绍，经过他的认可证实，所以这个是卡帕伯的部分啊。当然大家也都蛮清楚的。那，啊，第三个有关于那个 relativism 的话呢，除了说哲学的 relativism 是什么，以及政治的 relativism 以外的话呢，还要强调重点，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哪一种值得捍卫，哪一种不值得捍卫，不值得捍卫的理由是什么，值得捍卫的理由是什么啊。这个大致上大家都蛮知道吧，啊，我现在没有时间跟大家就是再进一步讲了，我是把发下去，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看了一下哈，我们这个我跟朱教授这个要求啊，我们有改题的时候有三大要求，第一啊，最高原则是皆大欢喜，啊，就是尽量看大家的优点，少看大家的缺点，多写不错，有写必对。的原则下，这是第一点，就让大家心里觉得说啊没有什么话讲。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是呢，强调呢，这不是作文比赛，这是依照重点而进行分析，只要重点出来了，马上就有2/3的分数。然后 elaboration 的话呢，再增加就是画龙点睛了啦。啊，这个是对于同学所最在意的部分的话呢，是就是以一种几乎是讨好的方式来进行了。啊，就同学讲说，如果还不满意。啊，说上课也很卖力，然后考试分数也很高，然后还不满意，那只剩下啊，我就是疗养院了，就是没有更好。好，我们第三个原则的话呢，就是要仔细看出来同学们到底上课的理解，啊，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了，就是同学能有没有理解，就是我们的教学上能不能让同学很清楚。能够了解到内容，是不是笑话讲太多了，以至于大家忘了我在笑话之外还要讲什么，或是不是个人的这个情绪发泄过于强烈，以至于大家只记得我的形象而忘了到底要在听什么课，啊，有没有出现老师个人特质展现对 idiosyncratic characteristics 过度膨胀的结果，导致大家根本不知道上课在干嘛，只知道老师一个人的 one man show， 啊，有没有这种问题发生，所以从答案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好，这个经济系的陈宇宽啊，果然是啊，这个，啊，这个分数由高而低啊，所以您的念掉的赶快举手，不要客气，在等一段时间再听到你名字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难过的。张家瑞，啊，对，啊，叶义元是吧？轩，对不起，好，这个老师这个中英文没学好，中文倒忘得差不多了，啊，黄邦恩，啊，负责。喂，负责喂没有来，啊，黄燕是还是什么？黄燕凯是黄什么？啊，凯，啊，然后卓家伟，
刘家伟啊，请稍微动作快一点。黄胜元，黄胜元啊，郑章佑，我辨识了郑章佑啊，郑章佑，郑章佑啊，周三宝，周三宝啊，这个李，这个同学，这个李祖少还是李祖伟啊？李祖伟。喂，王之培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出这个黄甫玉山是日本人吧？黄甫玉山，化学系的，这个是四个字还是五个字啊？黄甫玉女山，他是日本人吧？不是，他姓黄甫。对。原住民，黄埔军校毕业的，孙鼎浩还是孙鼎高？好，那好。陈怡君，孙鼎浩的，啊？徐鼎浩，对对，这个啊，好，这个黄约书，徐佩文。这个刘香，你姓刘的吧？哦，这个佘博义，哦，佘博义，徐博义还是佘博义？徐博义是吧？也还能写得像蛇的。李恒伟，快一点，快一点，李恒伟。陈，哦，这个字我认得，陈玉庸。哦，这个字不容易，陈玉庸，啊，这个字啊，又要一点水准了，丁什么竹啊？丁玉竹是吧？哎，这个猜中。江彩蔚，中文太难了，你知道吗？中文超难的。李伯廷，你看，我就突然感觉到人都到这来了。杨丽杰，啊，杨丽杰又没了，运气不好。啊，李家昌是吧？李家昌啊。这个徐野成长，请问这个名字，我这个完全这个手是用那个原始这个原余文润的那个草书写的，就是抖了三滴墨水，我根本没办法认。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名字？啊？许世成，有此一人，啊？陈玉信啊，动作要快。许伯凯，曾小云是你到这。曹瑞安啊，也借这个机会啊认识一下大家。曹瑞安啊，郑诗涵，柯冠宇，赖新马，张恒豪的，啊，环，张环豪，李振宇，徐振宇啊，好，对，朱一新，朱一新没来，何生汉。王永华，哟，这个还好像没来，要不然不够位置啊。林美恒，尤允英，啊，黄千林。来，别动了，我给你拿着吧。这就是坐在那个飞机正中间那一排的困扰，啊，上厕所不方便。周子玉，有没有这个人呢？我刚念错了，我生计系的一个姓周，确定这是周子玉吧？没来。林逸轩，王志恒，姚成红。
王，这个字是立语念林是吧？王林如是吧？义王义如，何明华，啊，何明华这个也是一个火就念叶是差点。卓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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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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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雅恒，江雅恒。这个真是难透了，这比草书还难。陈社会系的陈伯龙还是什么？最后一个字，他字太丑了，不是丑，太丑，怎么会讲那丑？不能用价值判断，根本看不懂，看不懂是你的无知。这个前面两个字叫陈伯是确定的，这位同学啊，希望你没来，免得话你真的难过。赖心凌，这个导师赖心凌，李慧平，啊，李慧平，这到水源去了是，啊，徐少军，啊，郭嘉荣，啊，这个我没想到这个班上修课这么多嘛，发稿就发，平常看起来人不多，发起来累得要命啊，郭嘉荣，早知道不发现这个，啊，刘孝轩，这个导师挺清楚的。啊，我的假设，我现在念的假设通通没到了，没时间了。林又廷有没有？啊，你没拿到卷子，你不用过来了。等一下，现在很乱。啊，吴家珍，啊，背着包包大牌过来找卷子。啊，赶快，陈应璇，啊，小哥，动，周明瑞，物理系的，啊，可能就有那家伙。啊，刘正勤。刘知情，对，好，谢。这个人是不是叫郑德哲还是郑成哲？公管系的，郑什么哲？郑成，你是郑成的复姓的，啊，好。苏俊彦，好，别动，张书涵，我们认识都多少个张书涵呢？徐英年啊，这个我也认得好几个徐英年，啊，李宇倩，蔡任博，啊，我认得 AB 两班呢，我发不下去了，我想哭了。林子涵，你为什么一直没拿考卷呢？林子涵呢？完了，坐前面那个是被当的那个。孙盈玉，好像是看不下来。谢祥玉，啊，真的是这个一世英名在您这一班铩羽而归了。你们坐这么舒服，我都好羡慕。徐义伟。陈伯豪、廖国勇、李什么玄的历史系的李什么玄、李军显、陈聚善、陈正义。用客人，洪廷宇、王德元、陈子元，天哪，林森，这个就没办法，这绝对不可能来的了。要什么？林森没有来吧？啊，这个简玉轩是绝对没有来的，因为他答案跟我们上课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好 ，B 班的同学下次再发考卷。检讨，好，老师要检讨啊，不耽误时间了。这个很可惜啊，也很遗憾，所有的这个悲惨的事实都已经录影存证。教书不是靠卖力就有用，要把东西讲清楚啊，要能够证明自己讲的东西有价值。不要忘了麦克风，生气是没有用的。
麦克风也会欺负你。现在呢，要把这个问题啊说得很清楚。我昨天跟助教在一起啊，就很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同学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疲倦的神态？啊，那我一直是在骂椅子的舒服度，啊，埋怨阳光的耀眼度，这都不足以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呢，分成两方面，我必须面对镜头大声说：第一，啊，同学对于教育内容的期待，跟我所给予的内容有极大的落差。第二，啊，这都要怪别人，不能怪自己。啊，学校整体在有关于科技跟人文方面的科目的互动，一直是非常非常用一种以科技为主、以人文为辅的态度来讨论问题，以至于大家不能够想象有关科技的人文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会导致亡国亡种的可能性。没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个事实。讲完前两点以后呢，也要对自己的内容做一个检讨。我最大的责任啊，就是什么呢？我最大的责任呢，就是高估了同学。啊，为什么高估了同学呢？因为啊，我在思考上啊，我们这个课上课啊，其实很多的答案啊，我丢出很多的问题，但是都是开放性的。同学们长期做第一名的过程啊，都是一有问题马上给出标准答案。结果呢，在这堂课当中呢，只要有两次没有标准答案呢，同学们就异常难受痛苦。再加上我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好问题是不应该有标准答案的，以至于我们的认知程度落差非常大。啊，那么再加上呢，我说过，我跟大家说过，我们应该啊，不要为了人文大楼该不该吵架，应该为了台大选课有没有层次感而进校园示威，要叫学校给我们的课开出来要有层次感，每个老师要讲出自己什么课是基础，什么课是中间，什么课是 advanced， 什么课是 sophisticated， 要能够做一个清楚的表述啊，因为在这种过程当中，比如说我都被人家请到日本去讲科学哲学，回到这边的话没人听，那我就很想到日本去教书去啊，但日本人英文又不好，我又不会日文，所以没办法沟通啊。我要强调的，我不是开玩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课原来呢就要让同学呢先要有一点哲学的基础，也要一点科学哲学的基础，然后才能够了解到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啊。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就直接开始上课了啊。今天呢，我们讲 tyranny of science， immutable laws and experiences 啊。这个 immutable 我故意用单数，就是不会改变的法则跟多样的经验啊，这两者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关系。那么今天的课程要了解啊，一定要有一个不错的哲学思考，不需要哲学背景，那有个思考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先强调一句话，我们啊在进行思考的时候啊，最大的敌人啊，最大的敌人就是你会把一件你觉得现在接受为对的事情，然后把它意识形态化，当成它永远对。听得懂吗？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比如说人家跟你讲，比如说你小时候人家跟你讲说啊，见到老师问声好啊，啊，遇到父母亲一个啊，这种观念，那你从小认为这是一件对的。所谓好学生定义就是有礼貌，你把这个事情当成意识形态，就是永远不变的话呢，这种不变性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 immutability 呢，对于你日后思想的发展呢，会是一种限制，一种极大的限制。同学们，我跟大家讲啊，我今天晚上要到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去讲演讲，我的题目是我也来谈创意是什么啊，因为那个教育大学每天呢处心积虑在谈如何培养学生拥有创造力，我们学校也有创造力学程，但是在我看来呢，创造力的培养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要割除，不是去除而已，要割除我们脑筋中那种意识形态化，就是 ideologized 啊，意识形态，或者是说 metaphysical， 我不敢用形状学这个字了，就是意识，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件对的事情呢，把它立即当成标准答案来处理，然后认为以后就是对的。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不晓得有几个同学还记得，我现在觉得你现在讲到目前为止，同学们应该知道，就是说，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认为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你在学校里学了一样东西是对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对的部分，啊，抱歉，我没办法举出对的例子，因为我们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认为哪些事情是对的，啊，我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批判，啊，假如说你认为，啊，比方说你认为牛顿的理论，你说理想气体理论是对的，啊，压力跟容量之间成因的比例几乎跟自然法则一样，如果你认为它是绝对对的，所以因此说使得它成为可能的牛顿理论也是绝对对的。的这些观念，你认为它绝对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力学也好，在电学当好，应用了非常多有关牛顿的理论，因为牛顿理论绝对对，所以你一切事物的发展就从牛顿理论开始出发。那这种认为牛顿理论绝对对的观念，就是我所谓的绝对对，这个绝对的概念，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结果。那我跟同学们强调这个观念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科学中的意识形态化都有可能出错的话，日常生活中更有可能出错。其中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台湾社会中所常常强调的，我们要追求多元，追求多元。我们现在大学教育，我们在所有台湾所有的教育都是培养独立的人格，讲求多元的教育方式，对不对？多元，多元，多元。那个多元的概念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了，就是开了。你就讲说，比如说我现在讲说，我今天到台北市教育大学来，我要求的是一元的教学方向。这一听就像好像是清朝人物来了一样，对不对？怎么还有人讲音乐？现在都是多元。但是你知道，你讲这句话，多元，多元多可怕、啊！什么叫多元？多元就是说是有人可以穿着大衣上课，有人可以光着屁股上课，这个叫多元啊，对不对？就是不一样就叫多元啊，强调差异叫多元啊，这个去中心化叫多元啊，对不对？重新注重边陲地区的教育环境叫多元啊，对不对？那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当中，啊，我的声调是变得有点激动。对，不应该，这个关我屁事啊，对不对啊？啊，没有必要激动，但是要告诉大家说，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就是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把它当成唯一的来对待。谁是受害人？你们受害人。为什么受害人呢？因为你活在一个处处讲求一多元的环境中，发觉自己追求的理想跟理念居然是一元的。什么一元的？就台湾虽然有165所大学，但是哪一所大学最好呢？啊，哪一所大学？我那个时代大学都不错，教大学的就不错，啊，而且学生确实也都不错。后来呢，慢慢变成国立大学的学生还不错，啊，当多元教育喊的口号越大声，啊，就变成台清交城的大学的不错，啊，后来呢，就5年500亿一加上5年500亿，其中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奖励大学多元发展研究项目，这一多元结果变成只剩下一所大学。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一所大学啊，因为你就坐在这所大学里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需要一个检讨的问题啊。那么我跟大家先 recapitulate， 我先 recapitulate 一下我到目前为止所讲的东西啊。这个我要跟水月校去见一下，说以后这个椅子不能坐这么舒服的，因为这个同学那种整个那种人的深入下去，因为我自己一看到哲学的名词一出来，我自己都想找个地方坐一坐啊，确实是蛮难的。我跟大家就是，啊，我离大家远一点，我精神上会好一点，啊，就说我们有一个 Greek miracle， 啊，请同学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讲到 Greek miracle 的时候啊，这个的确是像是一个 miracle， 意思就是无法置信，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的思维，尤其是引人相信它为真的这个理性主义的发展，跟希腊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只是在希腊时期讲求的是数学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我们今天讲求的是科学，但是重点那个吸引人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这个部分我不要再重复 Thales 跟 Parmenides 啊，然后 pure thought become rationalism 这个问题大家也都普遍上比较了解。Dominance of rationalism became the precursor of science. 所以说科学的前身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兴起。这个理性主义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的理性主义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用 capital letter 写 rationalism 表示它是唯一的，所以这是个一元的。我们对于科学的认知是唯一的一元的，大家要注意这个跟大家相关。那我们现在呢，Science began with the opposition to experience. 啊，我们所谓的 experience 就是
我们呢、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重复性的接触了一些经验上能够察觉到的内容啊 sense perceptions， 这些 sense perception 呢察觉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经验上的判断，而这些经验上的判断呢有的时候呢往往是很不预期的，非常 unexpected。 为什么是很不预期的呢？因为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会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条件当中啊。但是呢在理性主义的认知下我们总是期待啊我们能够有一种 living with binding rules 啊，就是 binding， 我们就是说是我们 living laws 啊，这个 binding 的意思就是 immutable。那我讲这个意思特别写了黑白意思告诉大家说，我们人啊在理性主义的 dominance 底下哈，总是很期待呢我生活中呢有这个 binding 的意思就是不会出现例外的规则，我们希望每一天呢都很规律，像法律一样定得很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个依据，就是说你只要知道 laws 就好了，你不必在乎外在有什么变化，因为外在的变化都只能够显现 laws 被 cover 的部分，把这个 cover 部分去除掉以后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 laws 啊。那这种观念的话跟大家一般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说像我刚看来我们很多同学学工科的最明显的就是工科，我所了解的工科了啊，所以我刚看到你是机械系的女同学读机械系很难得，所以就是你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的 mathematical 我们的数学的计算的结果放到工厂里面去应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差距，但是我会说如果说把所有的变数全部所有的可能不一样因素全部排除掉的话，我们应该得到一个理想的实验，应该跟数学是很接近，对不对？极为接近的。那这个跟数学极为接近就是应用到了数学这个 binding， 就是它具有这种不会改变的这种 immutability， 这是个能耐，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理性式的这种要求是很强烈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啊一般，那么但是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呢，这个我们通常我们脑袋中呢会想到一个 theoretical structure， 我们会有理论，对不对？理论啊，数学也是代表一种理论。然后呢，我们会面对实验呢就要找到日常的经验。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你脑袋多好，当你看到天象的时候呢，你做出来的计算呢，然后选做出来的 law。总是会在应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出现例外，对不对？总是会出现例外。那这一些例外呢又不能够被 law 所 cover， 而 law 本身又是不能被修正的，所以呢在古代的希腊时候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系统呢是一个叫做 two-tier system， two-tier system 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它是一种两重结构的，地上的之外，地被水包围，水被气包围，气的外面是火，火呢有一个向上性，这里面就是地水气火这四个元素，地是地球了哈，所构成的是 mutable， 是可以改变的，是经常改变的，是无时无刻均都不会不处于变动当中，一直在变动的。但是从月亮开始叫它叫做 superluna，在这个 superluna world 那个时候呢以外 superluna 以外的第一个行星是 mercury， 第二个行星是什么呢？是 mars。 然后呢再过去呢啊，那时候就把太阳啊也算过，然后再过去啊就是什么 saturn 啊 jupiter 啊什么就是啊venus 不是 mars 太阳 sorry venus 然后太阳然后是 mars 然后是Jupiter 然后 Saturn 啊，中文我不太会，我知道 Jupiter 是木星了，木星所以土星最外面啊，就是他所知道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完美的圆形所
按照完美的圆形的轨道所运行的。所以呢，因为是完美的圆形，所以你只要有一个数学的公式，就可以解释它们运行的规则。啊，所以希腊人呢是用这种方法呢来解决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有一样东西，你觉得你现在觉得它对，然后你把它转换成为法则，转换成法则以后呢，你就会发觉呢，随着日常生活经验的累积呢，很多经验都挑战了这一条法则。那这条法则被挑战的结果呢，就势必呢面对呢要修订这个法则。那如果一修再修，你想想看，我们的法律常常一修再修，我们昨天那个健保法修修修到最后，几乎全国没有人同意了啊，就乱七八糟的啊，感觉上非常好，非常不好啊。有的人觉得啊，就觉得说是你一个法律一直在修修修到最后，有人说法律没有尊严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如果一个法律它所能够涵盖的 case 或是 cases 已经少到比它的例外的 cases 还少的时候，这个法律本身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没有意义，但是它法则原来被定出来的时候，总不会是疯狂没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凸显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非常难的事情。就是说，随着日常生活的发展，随着日常生活的发展，我们衍生出来的经验会逐步挑战我们的 binding laws。我写在黑板上，对 binding laws 啊，这个问题就在这边啊。所以呢，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呢，就是一种妥协，它有 supra luna、sub luna 啊。那么 the dualistic view of universe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between the inexorable laws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experiences。啊，就是说这个两种方法的划分，就是凸显了我们通常在哲学当中最难理解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的法则会被修正。啊，自然科学有一些，但是等到理想气体理论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赫然发现有很多的自然法则其实都是一种局限性。所以后来我们的物理系统没有来，他后来他有一种讲法，他说其实他们有一个连贯性，但是你必须把它那个范围小到，比如说你谈到伽利略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想到超越了地球的整个引力啊。那如果把它在这个地上的范围来讲，伽利略跟牛顿是 compatible， 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是 compatible。如果你就以地上的范围来讲的话呢，那爱因斯坦跟牛顿之间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也是 compatible， 至少 approximately 他们很一致。但是你如果范围一扩大以后，这个一致性就自然消失了。那这点我们也了解，甚至于包含我们谈到像我们用的 USB， 对不对？你如果说是你的那个你的 floppy disk 如果能够储存到一 T 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物理系统跟我讲说，大概到它的极致，将来你用的 USB 的极致大概就是4T 或者2T 之间，不可能再突破。再突破的话，可能那个 USB 里面大概就要出现 quantify， 就是要量子化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量子的现象再转换成储存记忆的话，可能需要另外一种技术。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阶段，这个经验的内容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那完完全不一样，原来的那个经验内容使得那个法则成为可能，那现在法则自然要面对修正。那这个同学们都了解啊，这个同学都了解。我只是要借用这个观念来告诉同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Newtonian laws of gravitation in planetary motion， 就是用牛顿的法则来预测行星的移动的时候也出现问题，就是每一次从头到尾都没有少过困难。但是呢，这些有 difficulty， 这些 difficulty means 什么呢？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 inexorable laws to explain the planetary motions？我们能不能够有这种固定的法律来解释行星的运行？在科学的实验的结果是没有办法，一直到我们后来啊，就是这个莱布尼兹、拉布拉斯啊，拉布拉斯就是说这个，因为从牛顿开始啊，就一直把同学们要了解一个因素，就是说上帝的因素 God 啊，对牛顿来讲，对于莱布尼兹来讲，他们都强调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完美，是因为有一个 God。 牛顿的观点是说这个 mutation 是 God 干预的结果啊，要 keep the balance。 莱布尼兹讲得更妙，莱布尼兹的名言是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ord， This word must be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ds。 这是莱布尼兹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以上的可能世界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
必然是最完美的世界。 Why? Because God won't, God wouldn't do something not perfect. 所以因此的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找出 perfect solution 就够了，你不用担心地球本身是不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个是典型的基督教哲学的传统。另外希腊人的观念就不一样了，希腊人的话呢，他的观念就是把自然，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希腊人观念就是把自然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因为他这个讲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就是说希腊人把自然，因为希腊人的自然就是 Isis 是一个希腊的女神。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说我今天应该把书带来的啊，希腊的这个自然呢，这个神来自于埃及，埃及这个神叫 Isis。Isis 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这个雕像哈，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雕像，她身上有差不多十几个乳头了，就是乳头超多的，大地之母型的，这叫 Isis。那这个 Isis 呢，在希腊的传统当中呢，你在罗浮宫可以看到一个雕像，我应该把雕像带来，就是说 Isis 呢，在罗浮宫呢转了，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但是她用一块布把这个脸盖住，就是这样子，我现在正在读这本书。叫 The Veil of Isis， 所以我对这段清楚。就什么呢？就是希腊人呢跟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认为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一定在本质上是完美的，他有任何的 mutation 是人的能力的限制，人就不如神。可是希腊人刚好相反，希腊人认为说自然就是一个神，这个神呢就是什么呢，很高拐很小气。 Nature loves to hide，这是 Heraclitus 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自然呢总是喜欢藏一部分，这两个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哈，现在已经很少有那种基督徒式科学家，所以大家就是不能说疯狂，就是一致性的走上了这个演化论的。我昨天才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才特别讲了亚里士多德是如何批判演化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演化论基本上是否定有本质的观念，那人的话本身应该是有个本质，是本质是使它发展作为依循的要件。演化论观念否定本质，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本质为什么有一个，就是本质为什么会进步会改变，本质应该是不改变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希腊哲学中是否定演化论的观念。那演化论的观念呢，就是很像什么呢？演化论说，大家知道演化论可以解释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演化论的起源，也如何从演化的过程讲到我们今天拥有道德，没办法解释。但是如果你把 nature， 你把自然就 biological nature 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神，当成一个人，他有可能跟我们顽皮挡住了他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故意不让我们了解，永远不让我们了解。这个就是典型的希腊的科学精神，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有恶意要跟我们的，所以我们。基督教是没有这样的观念，可是在希腊哲学当中就是说，我们面对自然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顺从它，另外一个是抽打它。像培根就是说我们要整，就是要抽打自然，就是说你居然不交出秘密了，打死你，就是实验，一定要反复的实验，实验室就这样来的，就是说我不在乎，我把你的秘密给挖出来。另外一种我们中国道家顺从自然，违抗自然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是有很重要的科学发展的传统，所以这个是那莱布尼兹、拉布拉斯是有名的机械论，布安嘎黑是有名的数学家，他强调的约定论，布安嘎黑的这个数学，是 trying to give solutions， 那么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 filled with many surprising ideas， 那么我们用 atomic 论，用原子论来作为一个代表，原子论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呢？atomic 论呢，它就是说它曾经不断的被拒绝又接受。拒绝又接受，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例子，原子论，就我目前上西洋哲学史的理解，之所以会被拒绝又不断的被接受，是涉及到一个语言哲学跟自然哲学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同学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如果你接受原子论，我先跟大家讲我们中文里头没办法显现。我们中文里头没办法显现这个差别，可是在英文里头非常容易显现的差别。我们在座的同学学科学的，没有一个人不接受原子论，我敢讲这句话，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相信化学有元素表，你相信物理里面有原粒子碰撞，你读生物学相信有分子，分子就是几个原子结合在一起叫分子 molecule， 所以你基本上没有人不相信原子论。
对不对？那为什么特别选用相信呢？因为它有争议。什么争议呢？你如果相信原子论，你相不相信原子论？相信啊。你相不相信原子论？相信。你相信了，表示你相信原子跟原子中间是什么？你说是什么？啊？是什么？不是不知道，原子跟原子中间是什么？吸引力。那你这个老师非常具有想象，原子跟原子中间是什么 ？Void。原子论的哲学是最简单，只有一句话 ：Atoms collide in void， 四个字，就是原子在虚无中碰撞，对不对？就这一句话。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的文化中这个非常好理解，无就什么都没有。可是西方人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无，没有一样东西是无。为什么？因为它的语言结构当中的那个句型啊，主词跟数词，这个讲起来稍微有一点复杂，因为同学们不一定了解。但是我只告诉大家说，我问大家，因为像沙特，法国大哲学家沙特写了一本书叫做 Being and Nothingness， 注意这个题目啊，纯，我们中文翻译成纯有与虚无，啊，后来有人改成纯有与无。请同学问，我问同学，我问这位同学好了 ，Nothingness 是有还是无？有。那你比沙特还直接，啊，他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回答这问题 ，Nothingness。那我们现在你有没有想办法？那你想到有，能不能够自动的想到无的概念？啊，想到无，那你用英文来想，你要用什么东西来表达无？没有这个字。啊？不是没有这个字，是在语言中不能够表达无的概念，无法表达无，对不对？同学们都有没有人听不懂的？没有人听不懂吗？就比如说讲的，老师我知道，啊 ，entirely nothing 就是无，那我只要问你讲说。What do you mean by entirely nothing? 你说 entirely nothing is absolutely nothing. 那你这个就已经说 absolutely nothing 就 become the nature of entirely nothing. 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希腊哲学来自于科学，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自于他的语言哲学，他的语言哲学认为说逻辑就是形上学。我们的世界就是说出来的，如果我们世界不能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说 Parmenides 的观点，所以没有无这个东西。 To be is is not to be is not is not， 所以你既然不能说，你不能说的。我昨天上西洋哲学史问同学说，请问同学，说不出来的感觉存在还是不存在？啊，全班同学一开始都认为存在，后来讲着讲着想一想，算了，好像不存在。跟我说，你说，他说，哎，因为是说不出来的，所以不能说，不能说存在还是不存在，对不对？啊，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样情况啊，我再问同学，我现在问这个班上同学，我问你，说不出来的感觉存在还是不存在？你长得这么聪明，你应该知道了，啊，说不出来的感觉存在还是不存在？啊？不存在，这个很多同学会抗议啊！你说说不出来的感觉存在还是不存在？像你这个大一学生，每天在做梦的时候，很多感觉说不出来，但是活在自己的梦里头，啊，说出来的感觉存在还是不存在？你觉得，啊，你去过 Belgium Brussels， 啊，说出来的感觉存在还是不存在？直觉上面来讲是存在，但是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我告诉你，他的答案啊。透露出来，我们呢使用中文的人呢理解西洋哲学最大的困扰。他说啊，直觉上可以觉得它存在，实际上什么？无法证实。实际上无法证实，连证实的条件都不存在的，你还要谈什么直觉呢？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说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因为我。每天都在想这种问题，就说，因为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说出来的，那你自然而然会相信，你自然而然会相信，你的理论也是被说出来的。那如果有的东西是不能说出来，绝对说不出来的，你相信你的理论中也不能说它。同学要知道啊，美国人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 Michelson 的实验，
就是要证明以太不存在，因为整个欧洲人的科学当中，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无的问题，但是原子论又来得这么自然又这么强烈，原子在虚无中碰撞，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构成，就是说他们讲说没有虚无，那是什么？那是 ether， 以太 ，ETHER， 以 ether。美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就是 Michelson 在证明，要证明他本来的目的要证明以太存在，结果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啊，可以证明说确实有无的概念。但是到今天，就是差不多在10年前。大家都一直相信原子论，原子论，原子论很强，一直到最近10年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概念，啊，我是听物理系的那个吴俊辉讲到 cosmology 的时候，现在新的概念说地球宇宙中90%，我不晓得 Eric 能不能够帮忙说这个，说这个证实一下，就是说地球上96%是 dark matter。剩下的4%当中呢，又有70-80%是 dark energy， 有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实际上活的世界在整个宇宙当中占的比例很低不说，又重新说没有无的概念。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这么简单的哲学所引发出来的问题，在科学中所盘踞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所有的诺贝尔奖都跟着这个概念来的。你看，像我们丁肇中为什么叫接力子，就是他长得像丁嘛，就是发现一个夸克，一个就这样得诺贝尔奖，得的突然之间，新的理论说这些粒子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至少说那个粒子跟粒子之间在虚无中碰撞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又有新的理论了。我为什么觉得很累？因为这才是刚不久，是现在讲的 dark matter 跟 dark energy， 啊，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呢？因为我参加那个生命教育的学会审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啊，那个物理学家马上把 dark matter 跟 dark energy 啊用来支持校长那个特异功能的理论，啊，马上就说那因为你有看不到的力量在里面，所以说被隔山逐鹤打牛，就是这个啊，所以我后来就发觉说，哇，这个理论的发展呢，环绕在这个问题实在太有意思，实在是太有意思。所以我现在啊，因为刚刚耽误时间，所以我说这个 Atomic the beginning of the idea to defend common sense against Parmenides， 这个我们都讲过，大家可以自己再找啊。然后 it was challenged by Aristotle, medieval philosopher, but endorsed by Galileo and Newton, and then again rejected and endorsed 啊。那 Atomic was in trouble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fact discovery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啊， prevailed in ideal gas theory。 这个因为 ideal gas theory 里面用的是一个整啊，这个用的是很多每一个 gas atom 嘛，对不对？ Thrown out of electronics and thermodynamics, returned with Einstein theory photon with the former and that of Brownian motion to the later。 就是说后来的粒子理论又跟光子理论啊，又跟这个布朗运动啊等等这些事物结合起来又重新证实。所以原子论的发展，即使在座刚刚每一个人都相信，它过去曾经被拒绝过2-3次，未来很有可能再被拒绝。至少我现在读的物理哲学书讲说，因为这个原子啊，全世界最大的一颗原子是在布鲁塞尔，就是他穿的这个 T 恤上面。布鲁塞尔旁边有个地方叫 Lotonium， 我上上个月才刚去过，10月份我才去过 Lotonium， 在那边吃了一顿午饭。他就是把一颗铁的原子9个大球放大5000亿倍，然后就变成一个大塔，像巴黎铁塔一样，变成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地的最重要的地标。那里头的话呢，我坐在那里头吃午饭的时候就在笑，我讲说我们现在读的物理哲学说根本就没有原子这种结构。为什么没有？因为你在计算的时候呢，这是抽取一个片段，但是原子的内部结构是不停止在碰撞的，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没有一个静止的东西让你来做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开创没有能力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有能力来说明它怎么来的。好，那我们这个接下来就4个结论式的 proposition 是展开我们要讨论到意识形态化的主轴。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上课。哇，这个看到大家睡的这个东倒西歪啊，心里很感动啊，这是拼了老命来这边上课啊，来这边上课要拼好几次命啊，过罗斯福路是一场拼命，再过汀州路更是一场这种生死交关啊，然后到了水源校区，看到门口在修屋顶啊，有很莫大的压力啊，坐在里头又担心会不会有地震啊，这一切的这一连串的压力啊，大家难怪受到惊吓都很疲倦。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下礼拜的话呢，我们10点钟上课，
提早，因为我看大家太累了，我们只上一堂课就好，上到11点整，好不好？哦，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你想想知道，我有事情。你想知道什么事情吗？我希望能够赢得你们的，我对你们对女生讲就好了。我有个女儿，我有个女儿骄纵，啊，然后她要回来，啊，她一定要我在机场接到她，啊，所以我跟她讲说，我你可不可以自己坐个 bus 回来就好了？她就很难过，讲说，我一年半没回来，你也不。啊，那讲妇女前世的情人，这一世当妇女，啊，下一辈子做仇人，所以我就想要说，哎，我心里很软啊，真很抱歉。你有爸爸吗？对不对？你了解吗？跟他爸爸感情非常特别。遇到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你如果，啊，在这个寒冷的这个欧洲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要回来啊，啊，他很坚持啊。我跟你讲 ，I did several negotiations, but they don't work.那我想说，那所以我说，我跟助教讨论嘛，我把内容准备好，啊，70分钟，啊，那这个好不好？可以吗？啊，因为其实我后来发觉，因为经过发考卷结果，啊，还少了一点，但是还是有这样子嘛，就是说，两堂课都，大家兴趣缺缺，我和不是，大家既然想要早一点下课，我们不如来一个痛快一点，啊，这样我。因为我们课人多，我们这个课原来期待，如果是，因为我们这个通识教育课为了有助教要将近100人才能上课，所以我们这个课其实大家听得出来很适合坐下来静静的咀嚼里面的味道。其实我们应该一整个下午坐在草地上，你聊我聊这样子才比较好。但是100多人坐在草地上，人家以为你要示威了，啊，所以性质很不一样，所以也没办法，啊，不能怪我，啊，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好不好？助教给在 CBA 上发个消息给所有没有来的同学。啊，我们假设他们下礼拜很想来，啊，跟他讲说你要来就早来，否则就不用来了，啊，这样子，啊，抱歉，好，真的，这是非常特别。我之所以敢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原因就是觉得说，啊，就是大家可以比较了解了，哈，啊，了解。好，那么这个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飞奔呢，啊，啊，那10点55分到，我要飞奔到机场。我跟他讲说，你拿行李的时候一直故意拿错，跟人家发生争执，啊，这样子。这样比较好一点。好，the progress， 我们 four propositions，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depends on the openness of worldviews which conflict with the totalitarian pronouncement of many of the defenders。 我跟各位同学强调，我现在要列出，我们刚刚在强调一个观念，我们刚强调什么观念呢？就是说任何的 binding laws，啊，都有可能随着经验的发展而出现被修改的可能性，对不对？没有人听不懂的，你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子，你从小相信的奉守的原则要经常处于动态发展，你如果接受为金科玉律，你就完蛋了，很严重的错误。所以我跟你讲，什么青年守则喊来喊去的口号都没有用，这是教呆瓜的。我们的教育基本上都训练出来是呆瓜，我们教育基本上训练出来都呆瓜，啊，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注意这个动态发展的可能性，这个大家都了解啊。我拿着我的前程堵在这边，大家都没有很感动，就是，老师你疯了吗？啊，是的，我已经疯了啊。那么我现在强调说，这个重点变成什么呢？这重点变成说，那是不是说随时要修正才是对的呢？同学注意，这个转折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说控股力的脑袋就会认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得到 four propositions 啊，说 the progress， 就是如果你想要科学进步，就要 depends on the openness of world views which conflict with the totalitarian pronouncement of many of these defenders。 比如说理性主义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worldviews may take a long time even centuries before they show result that command recognition，啊，这个就是说一个新的这个 worldview， 新的观点要甚至要几百年才有时间，像哥白尼的系统要经过几百年以后才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也是如此。是的。第三个就是 what commands recognitionin one community is often without interest and even damaging in another， 就是说每一个社群中对于某一种价值的认知有相对主义的问题。是的。然后这个讲说 a worldview that contradicts well established result may clash with a fashion or temporary religion mania， however it does not clash with the mania all scientists and science love embrace, namely rationalism。 所以这四个 proposition
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你们将来回去要注意看这四个 proposition 啊，是我们这个学期到目前为止讨论，你会自然而然认为说，那答案就在这里啦。这答案第一条是说什么呢？第一条就是说，所谓的科学要进步，就是要能够另创新意，对抗现行的典范。同学，你们有没有读过 Thomas Kuhn 的书？这里面讲的理念非常像是从 Thomas Kuhn 的哲学里面反转出来的一个新的教条。说没错，科学要进步，就要能够有 novel design， 有新的理念。第二条是说，这个新的理念一时之间没有效果，不用害怕，要经过很长甚至几百年才会有效果。第三个是说，我们呢，这个新出来的效果呢，有的时候呢，对某个社会、某个社群有用，对另外社群不一定有用。而且他说呢，我们所有提出来的效果呢，不管怎么讲呢，都没有办法打倒一个真正 underlying ideology 是 rationalism， 对不对？亲爱的同学，请你专心注意，五分钟就好。我的信心都来自于跟这位同学的对话，至少上礼拜的经验是这样的，所以我不特别强调是哪一位，但我朝这边接近，啊，我朝这边接近，就是我信心加，因为我什么呢？因为这到了一个我觉得最难，我在准备这课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难的一个转折重点。为什么最难呢？因为我问同学，啊，新闻的看起来非常啊，天真啊的同学，啊，这天真好像有点负面意思，这看起来非常，奔放啊！我问你，当你看到这四个 proposition， 我虽然用英文写的，你听我解释，你会不会觉得这四个 proposition 是新的答案？什么的答案？就是要使得科学进步的答案，就是要打破这个原有的这个科学的专制，然后发展这个等待有效的长期的时机，然后强调这个发展的话，这是属于相对主义式的 relativistic， 然后最后是这边强调说，其实这样做整个科学的运作是在一种 dominance of rationalism 底下进行的。你觉得这样子这四个 proposition 是不是代表一种 solutions？ 是不是？是不是？这四个 proposition 认为这四个 proposition 是我们讨论到目前所有问题的 solution 的举手，解答的举手。你如果不举手的话，我如果问你说不是的话，那你要能够解释哦。像让你举手，我想找你问一下，你没有举手对不对？我希望大家只要清醒五分钟就好，请大家把绿油精一起点到眼球，点到眼睛里面去，必然清醒。认为这四个 proposition 就是 solution 的举手。那个穿黑夹克那个坐在那边看起来很暖，对对对，你举手了没？好，你说为什么不是 solution？我离开我的信心吸盘，转向新的吸盘。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全班人赶快稍微假寐一会儿，休息一分钟。就所有有关于我们要让科学追求进步，科学有可能不进步的原因是它有可能被一个旧的以为是真理的环境转换成为意识形态而限制在这个环境当中，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它，而且等待机会，而且强调这种差异，而且最后的话呢是相信，就我们真正要对抗的敌人是那个 underlying rationalism， 这种论述的方式是不是要解决所有的问题，阻碍科学进步的问题，是不是？我觉得听起来合理，可是不应该。不，我们 I hate this expression， 你不能讲说 well 你没有用。在一场，我们时间有限，这是有关于救国图存的问题。而且我面对荧幕这样子录影，你知道吗？我会变成丑角，我可以跟吴宗宪比的。就这种上课方式，我就是说，你看我现在热泪盈眶，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讲确定的，为什么不是 solution？ 你的发型比较特别，你能不能够说说？你是我们学校学生吗？对。啊。我都很担心，因为有人是从山上赶来这边听课的，你知道，换掉袈裟那种。你说不出道理，你能说你是认为他是 solution 吗？是。是有没有认为不是的？因为这个他说不是，但说不出道理的。女生比较厉害，你们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女生都坐在这边啊？坐起来，对不起。来，
你们认为有哪认为不是 solution 的？你刚刚点过绿油精没有？头脑清楚吧？说是 solution 还不是 solution？ 是 solution。有没有人听过 Thomas Kuhn 的？只有一个人听过 Thomas Kuhn 啊，孔恩呢、啊？只有一个人听过了哈。把今天的日子记下来啊，台大啊，你认为这是 solution 吗？是。全班哪个认为不是的？你认为不是？啊，你认为什么认为是？你说快点。为什么是？你不能就是这样看着我说没有用，哎，你要眼光中流露着发现真理的那种快感，不对不起，那种 Eureka 那种我找到真理的那种感觉，没有，还是很呆滞。直觉上也是。又是直觉，直觉害死人的，你觉得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是不是 solution？ 是，为什么？为什么？答案很明确啊。当然是 solution 啊。为什么？因为你原来说科学不进步的原因是有意识形态的压抑，现在打破意识形态了，对不对？现在说，而且打破以后，你给我一段时间了，甚至于几百年了，哥白尼不就这样来的吗？科学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在这样子吗？而且某一种社群当中，他们相信的，而且因此你会发觉说，教会也有道理啊。但是什么，这一批新的像 Galileo Kepler 这些人也有道理啊。Brito 比较倒霉，被烧掉了，啊 ，Bruno 比较倒霉，他被烧了。但是教会的这种力量，啊，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我们得到平常得到答案不就是这个吗？是不是这个？就很自然的，他们跟我讲就是这个，所以它是 solution， 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这些 solution 不会因此 ，can we therefore encourage conflicts of worldviews？ 就是说，我们因为同学，这个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说 ，solution 出来了，是不是要因此把这些 solution consecrated， 就是把它神圣化，变成唯一的答案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要开始追求多元了呢？啊，教育里面讲求的多元呢，校长要打扮成小飞侠啊。然后这个老师打扮成为彼得潘啊，或是小仙女啊，这样子就变成多元教学了吗？这样子就好了吗？有用吗？有屁用吗？管什么用呢？啊，新的意识形态会随着 solution 的发掘而出现，这就是活生生的一幕。而且我敢打包票讲，就发生在我们台湾的环境里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我一开始跟大家警告说，我们的思维有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脑筋，这个意识形态化的脑筋跟 the rise of rationalism 很像。你们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你就会发觉说，我们今天国家的局限性在哪里？我跟各位强调，我很感慨的原因，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今天有莫名的激动情绪，啊，不是因为茶比较浓，也可能有这个原因，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坦白跟大家讲，在所有的亚太地区。60年来，没有发生，既没有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动，还走向民主，也没有发生经济上的大跃进。经济上没有，因为其他亚太地区，香港、新加坡跟我们同人同种的都，我们相对而言经济上比较差，但是我们政治上是比较环境比较稳定。就我们得出来的开发结果，居然剩下的一半，问题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批老百姓没有办法思考，我们没办法达成共识。我成长的岁月中是一元文化，我现在都不敢，我都不敢回想我当年喊过的口号的内容，怕你们看不起我。可是呢，你们现在喊出来的新的口号呢，我也听不懂了，变成所谓的多元挂帅。那每一种都会，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这就是意识形态化答案的结果。就是一个环境没有发生任何大灾难，60年的成果居然是人家的一半。那像香港、新加坡，他们没有思想。他们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香港、新加坡人可能少一点，他们根本完全没这回事。香港就有理想到台湾来读书，认为这是自由中国什么什么。大陆当然没有救，因为发生文化大革命。可现在的情势的压力与日俱增，大家打开报章看，啊，这个你会发觉说，哎，每一天的重心一直西移，对不对？西进。所以呢，这个出现个问题，就是说，与其说我们的自由教育啊，因为他那边是搞共产主义搞了个半天，所以意识形态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政府的一个口令，啊，
这个前天我跟那个新生专题读书的时候，我们学生还挑了一篇文章，里面赞美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哪一个公共电视台不是意识形态啊？所以那边的教育没有话讲，可是我们这边很遗憾的，从去除一个意识形态走到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我说 yes， 我把我的 argument 讲一下。Yes， but this cannot be a new methodology， 不应该当成一个新方法论。It has to be considered in practical terms。In practice， whoever pursued the progress would look at the problems and the result of current science。你要同时看到实际上的结果，对不对 ？The comparison tells immediately that it is wise to stay with the idea which already have results。这个黄色的字，对不对？任何这个台这个底下最后这一段黄色的字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叫西瓜伟大编，对不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干的事情都这样，嘴巴喊的多元，其实考的是台大。哪里有一个人说嘴巴讲多元教育，其实进了什么南台科技大学，然后讲说我可以到台大机械，我不读，我读南台的这个机械系，谁会报道你？大家就不相信。然后成绩拿出来以后，你就刻在他吐在身上，人家不会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大家觉得说你有现成的利益，但这口号是喊假的，啊，所以变成这种情况啊。那么 ，what are results？ 啊 ，the procedure through which scientific results are achieved？What is the procedure？ It is relevant to what we really need。啊，这个是这个 scientific results 真正要被检验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要什么东西啊。There is in the academic world a mainstream approach towards the explanation of science. That'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and abstraction.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说，在你我们要讨论到科学发展，要追求科学的进步。像我现在听到，这个真的有一点深入，因为这个跟我们现在。不但跟我们国家社会息息相关，跟我们台湾大学息息相关。我们有非常多的教授反对目前现有的评鉴制度，反对什么 SCI、SSCI 什么这种 CI 这种把学术主体性交给外国。啊，那外国的学术主体性呢，它就两个问题：追求客观性跟追求抽象。所以数学强的人，所以以后啊，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以后你将来有小孩的时候，他适不适合走学术？你就先调查他的数学能力，啊，至少调查他的抽象能力。少部分如果他愿意走人文社会科学，你就调查他的表达能力。表达能力很简单，你叫他去学一种新的外语，给他三个月时间。如果他学得好，这就不错；学得不好，没办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能力虽然是无限多种，但是学术界当中90%讲数学能力。10%讲表达能力，教书大概只占10%，啊，我不排除台大非常多的老师没有表达能力，因为他数学能力超强，他绝对多说无益，这种观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出众的老师多数是追求客观性跟抽象性的老师，这是现在学术现有的规范。那么这种规范啊，很多人会认为说啊，这样子会导致学术上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学术上的现实。我今天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稍微深刻一点，就是这个比较麻烦一点问题，就是说，你不能让你自己的心思静下来，啊，说啊，那这样的话，我有solution，有solution就是答案，有答案就是标准答案，有标准答案以后就按照标准答案做，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要问我到底要什么。比如说学术上的环境，啊，我们的讲义当中的话呢，举了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是 economics， 啊，经济学，经济学是最特别的例子。同学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经济学是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当中量化最深刻的。这里面可能就有学经济的同学在做，他就知道啊。另外一个量化很深的就是心理学，啊，经济学的量化程度已经深到跟经济都没什么关系了，啊。事实上，现在经济学强的都是数学系转过来的，因为它完全是以量化为主，啊。但是经济的生活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根据亚里士多德原来的定义，经济的生活就是管好一个家里面的事物 ，household， economia 的意思原来就是一个家庭里头的生计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household 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经常呢，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长呢，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而不应该纯粹是一个学术上很强的人。所以你每一次，我每次看到台湾请的
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到台湾来演讲的时候，我都哑然失笑。因为这种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实际上像克鲁曼什么的，他们讲的问题最多最多只能代表一个人某种看法。经济的问题很复杂，里面当然牵涉到，当然牵涉到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生活习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老外的经济学家没有一套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对不对？那个 scale 太大了，从来没有十三亿人突然一下子被压了三十年，突然爆发出来。如果经济跟欲望有关，经济当然跟欲望有关。我家里就有一个亲戚，他写信跟我们讲说，他自从买了车以后，没有任何理由从山东开到北京，来回走了三趟，啊。那我们觉得非常奇怪，你是去干嘛的？没有理由，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开过车，六十岁了以后好好开一开，啊，这个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啊，像这种情况就足以说明什么呢？就足以说明经济上有很多的变数没有办法被纳入以后这个抽象化的过程。那么所以啊，那么这个all human involvement in research are considered disturbances for being too complicated to be systematized。啊，就是说，如果你把我们刚刚举的这些例子来讲的话，学术当中主要的考虑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模型？为什么我们要用抽象？为什么我们要用客观性？就是要把所有的人的 involvement 去除掉。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 economics 就是一个例子，但是重点是在这里。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experiences of this world that need to be maintained or improved if one wants to help people with.Which means that it is the experience about this world that should be consulted, not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exclusively. 请注意最后四个字，不是科学证据而已。科学证据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其他的经验内容。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原来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对于道理所追求的方式，永远不要忘了，这些道理不是 pre-established。而是 vary in accompany with the later experiences， 就是在后来的经验伴随着后来经验的发生而一直在变动当中。所以这个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fers to the cruel fact that the way through which science is achieved is gradually lost its contact with its objective。Objective, namely the people. 啊，这是科学研究最大的问题，跟人就不相关。Or it promises result and throws it in future. 啊，所以就像是说，有关于那个 molecular biology 里面谈到那个 genome project， 啊，这是最有名的例子。就 genome project 讲的就是说解码，讲的多厉害多厉害，到后来发觉，啊，它实质上的效果要在未来才能够提供。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呢，因为对人的话呢，人对于未来的提供方式，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讲，未来才会有结果的话。那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这些都就变成了一种未知数啊，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这个问题啊。那么 the most conspicuous poverty of laboratory science， 啊，就是说是这个实验室是最特别的一种科学经验啊，也是科学中最珍贵的。我刚刚开始跟大家说过，实验室当中呢，就是要讲求 nature 啊，我们在实验室中的科学是经过管控。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啊，在座很多人都工作都要进实验室工作啊。我以前呢，啊，在你们那个动科系啊，动物科学系啊，担任一门必修课的老师，你听说过没有？没有，没有哈，真的是人从历史上被抹去的速度之快啊！我才过去，我教了四年，第一年没有教，因为新来了一个教生物哲学的老师。有一次，我跟一个动物科学系的班带一起骑脚踏车到这个罗斯福路对面去订书。那班带骑在路上，很高兴，因为那个天啊，天气很好。我们在台大校园内啊，徜徉于校园，喜欢一边骑脚踏车一边聊天，我觉得感觉很好。他就说：“老师，我问你啊，哎，他说我们大三要进实验室了，啊。”大一还大二？大一还大三？大二大三？大二大三都会。大二，对对，他就这样讲。他说我们大二要进实验，我记得我教那一班是大二的。他你们哲学系有没有实验室啊？然后他又讲得很快，他说有的话在哪里？啊，这个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极为不悦，啊，因为他假设好像有，啊，好像没有就很奇怪，啊，然后说应该有，有的话在哪里？啊，我说我们哲学系的实验室在我脑袋里头，啊，他听不懂。他脑袋这么小啊，那用来能干嘛？
啊，那学生很可爱，班长姓曾的，啊，姓曾，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发觉呢，我们现在大学读书啊，大家认为真正一较高下都是在做实验。那实验室的环境中啊，就告诉我们，实验室一个目的就是要去除掉所有的人为干扰，啊，让它变成一种理想状态。所以我说 ，Nature says the scientist obeys basic principle, but loves to hide。啊，所以我刚刚强调自然，这是当然这是希腊，我说过这是希腊自然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Nature hides its face by aiding secondary process。啊 ，Nature must be cleansing of its makeup. The basic process will thus revealed。啊，这个是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个假设，我们就说，啊，这个环境发展，啊，这个环境发展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吧，这个有的时候，啊，好，那么这个环境发展的话呢是，所以它这个结果呢就是 scientists why scientists try to transform what they find and why they use the artificial fact the results.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not undisturbed nature to infer general laws. 啊，就是说科学家基本上都要透过实验室里面的结果来找寻 general laws. General laws 就是 binding laws. 啊，这样意思。那么 this attitude, 啊 underlies, 啊 the one underlying this attitude. So nature does not listen to us, so it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现代的科学概念就是基本上就 transform 透过实验室的方式 Laws of nature are hidden behind false opinion Material obstacles must be removed before objectivity and lawfulness are reached、So once the laws are recovered The scientists can judge the situation from afar without inspecting it in person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整个科学研究的方法基本上基础就是以追求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为理想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那么最好就是说，然后最好有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你就不必到现场，啊，然后追求抽象性的话呢，你就抽象性的话呢，也可以追求，因为抽象而得到了完美的建构，啊，那么 basic laws are valid everywhere， 啊 ，the universal validity spares scientists from doing on-site research， a few questions would be enough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es， this procedure is rather widespread in science today。那么 the result of this procedure intends objectivity 就是我们要追求客观性这个是我们所有科学现状的描述那我们提出这个科学现状的描述呢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是科学的现状这个现状的发生请注意啊因为我刚刚大声疾呼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说这个现状的发生没有什么好诟病的完全合道理完全合道理你仔细想想看也非常合道理为什么非常合道理呢因为我讲了半天一直在强调说我们 intellectual 我假设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对于追求普遍的有效性这件事情寄予了极大的关怀所以换言之我们都是精英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我们都是精英我们在这个社会相对我们整体社会而言我们都是精英因为我们所在乎的学术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操作的大多数的人完全听不懂我们在干嘛其实我们班大多数人也可能听不懂我在干嘛啊但是今天感觉上氛围稍微好一点啊因为我今天唱作俱佳我还没唱戏啊不过我就是很努力就是了啊所以呢那么 the laboratory science the goal is objectivity the method is application of models the improvement achieved is within the calculation done in laboratoriesSo the people's feeling, commitments, and traditions are not considered as useful variables. 所以这个部分，有关于一般人的想法的部分的话呢，是搁在一旁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要讲先讲第一部分。当我刚刚问大家是不是 solution 的时候，大家判断是的原因是为什么能够判断是呢？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会懂这种 pure thought 的操作。然后会发觉说啊、哦，原来你要追求进步的话，这一连串其实都是学院中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答案的时候，然后再变成了有影响力的人，再变成了有权力的人，再变成引导社会政策的人，就会出现那种教育中只讲求多元，不再谈一元的问题。所以，换言之的话呢，至于别人是不是这样子想，我们不管，我们只是假设这是学术上操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的 solution 是 academic solution， 这是危险的。这样你听得懂吗？听得懂。
对不对？这样你就知道就是这个危险在哪里啊。那么 our experience is really useless for the objectivist, the experience are redundant. Redundant 就是多余的意思啊。Whenever theoretical schemes prevail, 啊，就是说 such as the calculation of planets. However, 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啊。Things are more complicated when the process moves toward more complex systems, such as a building a bridge. 啊，那么 to build a bridge, the on-site experiences are indispensable.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某一些实验室的科学足以维持它的运作的时候呢，这个是没有问题。可是科学的发展跟人日常生活中不是分离的，比如说工科的人，他做出来的东西要放在社会中应用，而不是留在实验室中应用。在社会中应用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要考量，这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会改变他原来设计的经验，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验。其中土木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比如说你盖一座桥，盖个建筑物，盖人文大楼，不纯然是一个工程师的问题，对不对？各式各样的经验会冒出来，各式各样的经验冒出来啊。比如说你原来是讲原来一个楼的目的就是稳固啊，大家如果想看什么叫做钢筋外露，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可以参观一下。你基本上不用参观，你这边每一栋房子基本上都有钢筋外露的问题啊，都不知道房子怎么盖的啊。大家这个，因为我这边有人类系的同学跟我们哲学系的同学，我们经常就看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要看钢筋外露，我们很少看到钢筋不外露的房子啊，像变成这种奇怪的现象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部分是属于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用他们的 model 模型来计算，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一旦盖一个房子，它的外形，所以它会变什么呢？ To build a bridge, 啊， the on-site, like the judgment added on the work of art. 现在我们就讨论问题， a purely objective view cannot capture information which remains to be essential to the work. Why? 啊，就说是因为你当你讨论到艺术作品的时候，同学们，这个就是你艺术作品当中就没有什么叫做客观的美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已经很明显，就是说我现在讲的是说科学有它操作的模式，科学有它有效的地方，但你科学家的成果一旦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要进入社会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的话，你要在人家的面前接受检验，你不能够讲说 idiot that's the way you need it， 你不能这样子讲啊。为什么？人家讲说我就算是 idiot 我也可以不要啊，对不对？因为讲说是无知的老百姓啊，就我就算是无知，你也让我感觉到舒服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学术界跟外面之间的沟通的环境，我之所以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们现行的环境社会中特别严重的原因，就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完全发生了，爆发了。同学们，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我们现在从事于建设的人没有能力发挥了。为什么？他普遍在社会中不被信赖了。啊，问题很严重啊，所以 it will take too long to include all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the objective account。 现在就是说是为什么在盖一个大楼或者盖一座桥的时候，很多参与的因素没办法放进来呢？工程师为了他会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人的意见在实验室中展现出来，或者在我读书过程展现出来，所以原来是尽量不要纳入个人的想法，现在倒过来说，个人想法太多，多到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论述，就是说有一个说法，就通常的话呢，因为 information 就有关各式各样的意见，你看我们人文大楼新建的过程也是一样，各种意见全部都一起爆发出来，非常多的意见非常多。然后这些意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只有极少数的部分，这意见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变得非常 explicit， 我是用的 explicit 跟 objective， 就是说会很清楚。其他人，因为我自己到了城乡所也去听过他们的讲法什么，我听很多人讲，包括我自己也在板上留言，没有看到哪一个人会斩钉截铁的讲我们要的是什么，都是在讲
人文精神呢、啊，这个人文精神是有史以来最缥缈虚无的东西，比禅宗还复杂啊。台大校门上的这种庄严的元素，这个元素跟庄严放在一起，我就觉得很恐怖。庄严跟禅宗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要不然就讲说这一种只知建设而不知道维持美感的盲目发展呢、啊，啊，没有一我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没有非常 explicit knowledge， 没有像这工程师讲说这样子地震来不会倒，不这样子马上倒、哦，这个了不起。然后证据拿出来，就设计模型给你看，先二级、三级、四级，啊，这到了九级跟十级的时候才开始倒，那就很安全，因为好像。啊，就这样的，两百年内也没发生过九级、十级，我也没听过，啊，八级的时候都没倒，啊，那就很成功。所以这个是 explicit knowledge。但是呢，主要的原因是有很重要一部分的经验内容呢是默会的 tacit， in the sense that personal knowledge is deeply involved， 有非常多的个人知识在里头。啊 ，it shows itself in how things look and how they feel， and it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a person lacking the appropriate experience。就是说，我们所有针对于这个建设的这种经验呢，对每个人来讲是很具体，但是很具体的呢，我刚刚讲说，说不出来的经验存在吗？对不对？我刚刚问这个问题，就同学们被我一吓，都说不存在，你错了，说不出来的经验不一定不存在，但是他一定说不清楚，对不对？你怎么会不清楚？比如说，爱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就我是因为已经度过了那种渴望爱情的岁月，才敢回想，对不对？啊，对，因为以前渴望爱情的时候都很惭愧，都是低着头不敢说。后来等到想说的时候，人家已经四个孩子的妈了，啊，就很后悔，啊，就是感觉到很强。但是为什么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因为有一部分知识是默会的，是 personal， 啊，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知识，没办法说的。所以这种是。What do we learn from this analysis? No intention of under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说科学就无效了，不是啊。Which remains to be powerful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科学还是有效的。However, problems occurs on the other side too. Practical knowledge can correct shortcomings of an industrial scientific approach. 啊，就是说实际上的知识确实能够改变一些问题。What we need is a clos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experts and the people whose surroundings the experts want to judge, change, and improv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approach is much more human than a purely objective procedure that treats ordinary people not as friends or as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but as not always welcome because of a rather disturbing set of variables. 请同学，因为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内容会公布，请同学主要看，就是说。现在我用黄字所写的部分是 quote Feyerabend 讲的话，这个话里头我已经经历过那个 analysis。我坦白讲，如果你没有经过刚刚那个 analysis， 你会觉得说前后之间跟那个 solution 差别并不大。但是经过那个 analysis 以后呢，我在 analysis 里面强调两个重点：第一，科学的操作模式其来有自，天底下没有一个人恶魔让所有的科学家脑袋都是只朝这个方向想。然后变成笨蛋以后导致社会混乱，没有这件事情。科学家都是一般国内最聪明的人，但他们受到理性主义的吸引是因为它有效，所以科学的有效不会被怀疑。但是科学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practical problem 的部分有的时候往往被忽略了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到最后一个题目啊，我要强调的问题是我要建构一个 thesis， 我要讲一个最关键的话啊。第二个维持头脑清晰的最后五分钟又出来了啊，请大家准备好绿油精啊！要这样，我要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而且非常 explicit 的告诉大家，我要说，我看同学们认不认同，赞不赞成？好，在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错，包含教会在内。有人听不懂吗？我再重复一遍，在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要知道，天主教教会是在对科学发展干预非常深的人啊。贝拉米诺跟这个伽利略之间的这个争论，贝拉米诺他自己，像我自己读的大学，鲁文大学就是天主教大学，就是负责欧洲科学的，啊，
我们学校的话呢，医学院就有两个人得过诺贝尔医学奖。我们的那个学校的医学院的医院 Gasthausberg 是全欧洲最大的换肾中心，啊，科学是非常发达。虽然我们是天主教大学，啊，天主教大学虽然是代表有信仰，但是它在科学上是非常讲究的。我们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大学都是天主教大学，所以教会其实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也扮演很重要角色。那我现在强调说，在科学，请大家注意 ，read my lips， I'm going to say it again。在科学发展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角色有错，听得懂吗？很简单，对不对？大家都对，连教会都不例外。有没有人反对的？没有人会反对，为什么？你是在摸头发还是反对？为什么？因为我说过，包含被理性主义吸引这件事情，以及甚至于因为抓到 solution 相信就是标准答案而把它意识形态化的问题，都显现出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要解释给大家听说，即使教会在这个问题上 ，Can the church be wrong while condemning Galileo？ 就是当教会在，你知道教会对 Galileo 多坏啊！啊，1616年的时候 ，House Arrest， 到1631年等他书写出来的时候，居然说差点把他判到监牢里头去了。伽利略，为什么伽利略很不值得？因为伽利略从头到尾都在拍教会马屁呀、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很有 guts 的人呐、啊。所以像 Bruno 是很有 guts 的人，被烧掉了，啊，像人家编造的故事，我以前对伽利略的历史就是觉得我自己的做梦都在演他。啊，就是伽利略对着那个贝拉米诺卡蒂诺贝拉米诺讲说 ，Your Majesty， 啊 ，Although you represent God's words， but it moves， 啊，那 it 是地球了，啊 ，but it does move， 我觉得好伟大，因为他确实有这句话，用拉丁文讲的，啊，翻译成英文就是，啊，就是说，这个伟大的总主教，啊，虽然你代表上帝的话，但是我告诉你，地球确实会动，啊，觉得伟大不得了。后来在有一次读这个另外一边这个 Direct 的时候，翻译的伽利略里面写的序言讲说，伽利略是个很窝囊人，从来没有，不但没有讲过这么勇敢的话，甚至一发现这个木星旁边四颗卫星的时候，赶快送给意大利最有钱的家族去邀功，想要分个一官半职，分一点钱财，就发现什么东西。那意大利人讲说，那好，那找开个 party， 为他开个 party， 就要带他的望远镜来给大家看 show 这个卫星在哪里。就那天的运气很不好，第一个那个焦距调了半天调不出来，第二个的话，所有的人进去看以后呢，就是人家因为意大利人开 party， 当然都是搂着美女在开 party， 谁在那边看他们木星旁边有没有卫星？一眼看过去就喝了酒酣耳热了，啊，在哪里啊？就全场没有一个人看到。最惨的是什么？最惨是伽利略自己都没看到，所以当夜的话呢，胡乱收拾一下。而且最遗憾的就是木星旁边的卫星，他用 Demeti， 就是这个麦奇纳家族命名。就是为了要献给当地最有钱的这个佛罗伦斯最有钱的家族，所以有很多现象都显示出教会本身的立场。伽利略确实有很多地方，我跟各位同学讲，谁能够证明地球每天像波音77客机一样这样子绕着自己在转？所以我们活在一个陀螺上面，谁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啊？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当时那个人家就问那个伽利略讲说，那你怎么讲说那个炮开上去以后啊，怎么会落回原地？这炮从来没开过，就是有时候比萨铁塔上丢个球下来，啊，如果经历过这么70-80公尺的话，应该是到落在那边，如果地球在动，怎么跟着就落在原地呢？你解释一下啊！这个实验都没有人做过，都没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大家都认为说这个理论不可能证，你怎么能证明地球会动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那边好端端的，当然我们很害怕了，因为我们房子漏钢筋，啊，但是地球原则上应该不会动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要重复我的 thesis。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有错。这个话非常深远，没有人出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种心理结构会被这些理论吸引。啊 ，The world view before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was this: there was an astronomical system of the ancient Greeks which replied and relied on different and epicycle, proposed for calculative prediction. 就说原来。希腊时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Aristotelian system of Judea， 我们刚看过 Cosmology of Bible、啊、那么我们现在问的问题是 What's the heliocentric view， 就是哥白尼的观点 Strong enough to 就是这个 view 够不够强 Strong enough to rejec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views，
这 combination 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计算的用处以及圣经的观点。This might be a wrong way of asking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should be this: Is it rational to refuse the Copernican worldview? 就是说，反对哥白尼观点是不是非理性的？The answer is: It depends, of course, on the criteria of rationality. The Church was rational in following the scientific precedent. 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呢，当时代表的是当时最有效的科学，所以教会基本上是按照前人科学的结果。教会唯一做的错是他选择了大边的西瓜，就是任何人都会做的决定，就像你们会你们不会去读南台会读台大道理是一样的。 The church followed an instrumentalistic view regarding the new cosmology. 当时呢，连哥白尼自己呢，在出版他的书的时候呢，都强调这个观点，这个 heliocentric 就是以日中论有助于计算，但是本身是不是真的如此不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工具论的观点。那第三个是 sticking to something familiar is not irrational or is it？ 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附着一个我们熟悉的东西的这件态度是不是非理性的，这是真正的关键。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最后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 the conclusion: the church was naturally rational in doing what it has done. Nothing objective can be drawn from this instance. Science will not become comprehensible unless experience w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ever their inclusion is necessary. 这个才是真正我要讲的重点。所以说，那个我很高兴的，今天就是大致上上课的内容上到这里。其实最后问到大家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 stick to something familiar。我用中文再讲一遍，那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问答了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习惯性的附着在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之上，这个态度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嘲笑别人制造错误的时候，那我们等同于问人家在制造出这种态度的时候的过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很难说谁有什么错，我宁愿意说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没有人出错。好，那我们今天把这课程上到这里，下礼拜的话呢，我们会讲到一些实验室的跟这个古希腊的经验。那请大家有空多看看 PowerPoint 或预习的资料。好，我们下课。